测手相不准不收费，这位客人做点什么？事业财运还是爱情？哎呀，你这个运势，早年的时候和亲生母亲分开了，不过后面遇到一个贵人能够扶持你一辈子，事业还行啊，事业还行，主要是你得听你贵人的话，一切就很顺利。按你这个手相来讲，三岁以后走大运，一天一个罐罐没什么问题，两个的话得看你贵人了，三个的话得考虑换贵人了。但是这个婚姻呢，哎呀，婚姻不好，你子女宫本身不错的，就是你如果有孩子肯定是一窝一窝的来，得五七八个起步，但是问题是你找不着对象啊，知道了吧？嗯。